Chat 女生的读者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快递甜心关诗敏，我会在十月号的 Chat 女生跟大家见面哦。那这张专辑呢，是想给大家带来就十六岁的甜蜜啊，十六岁的懵懂，十六岁的失恋，就是很多十六岁不同的心情，希望可以把快乐都带到大家的心里面。很不可思议啊，因为之前都是在电视上面啊，报纸新闻那里看到陶喆老师、许哲佩老师、徐佳莹学姐，还有很多厉害的老师，那就是现在他们都帮我打造我的歌曲、我的音乐，所以就觉得哇，真的很荣幸可以有这么棒的团队。还是就是要谢谢大家，因为没有大家的支持就不会有我啦。那也很感谢大家平时有什么开心的事情都会跟我一起开心的，他们也会跟我分享他们的故事，然后我有不开心的时候或者是不顺利的时候，大家也会给我很多的鼓励跟安慰。因为平时就很多都是要穿表演的服装，所以有时候会就比较要就拘谨一点，穿 K-Swiss， 那我就觉得就因为是比较运动风，比较俏皮可爱，所以然后也比较休闲，因为我平时也是比较喜欢穿休闲的衣服，就是会很自然，然后就很舒服，就比较不会那么拘束，比较休闲的啦。就是大部分平时出门都穿平底鞋，因为觉得这样子比较脚会比较舒服，那走路也会比较快这样。那衣服的话也是还是比较舒服宽，还是比较休闲啦。对啊。